夏尔西里自然保护区被誉为地球最后的一片净土，位于阿拉套山北麓，北以阿拉套山山脊为界，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，自然风光优美，生态环境完好，仅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有300多种。然而到了冬季之后，自然环境却极其恶劣，而这些就只有塞里克边防连的巡逻官兵们知道了。哇，太冷！咱每年冬天执勤都这样吗？我今年还算好，今年天气还不算冷。前年冬天，对地气温-40多度。塞里克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一年四季西风不断。这是当地牧民根据塞里克的地域特点起的名字。像我们这条沟里面一般有40狼左右，大概就在这个沟范围内活动。牧民们并不知道，入冬之后的塞里克除了西风不断的特点，还有野生的狼群和棕熊。柴油炉在外面做饭用，便于方便携带。这是盐，那下面条上放点盐。他叫黄金印，在塞里克边防连当兵8年。每次巡逻前，他都会到厨房提前做准备。这锅等于出去煮面条用了。准备食材，收拾炊具，黄金印早已驾轻就熟，但是这一次他的心情却有些不同，因为再过2天，他将脱下军装告别军营，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踏上巡逻路。塞里克边防连迎来了今冬的第一场大雪，这似乎是给老兵送行，也似乎在宣告这次的巡逻路更加难走。这个雪下了以后，也就从今天起，我们要面对至少5个月的这个冰雪封山期了。有时候只有出了巡务，你到了那个地方，你看到那个地方雪地里面没有脚印，然后铁丝网是完好的，然后回来之后才是放心的，心才能放到箱子里面，才能睡个好觉。要是不然的话，人回来了心里也不踏实。走吧，走吧。塞里克边防连位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边境，防区面积大。为了维护我国边境的稳定，塞里克边防连的官兵们必须保持高密度的巡逻。下雪天我们只能出马行，像我们现在去塞里克山口，高差海拔都比较大，这个人走上去的话，我感觉要4到5个小时才能行，所以我们骑马的话也是节省体力，现在只能就是说骑马走。骑马巡逻要穿梭在阿拉套山腹地，虽然海拔不高，但一路上层峦叠嶂，河谷纵横，下雪之后的巡逻路更加难走。如此恶劣的环境，连军马都不愿意去。刚那个马，因为天气太冷了嘛，一看下雪，马自己也不想去，不配合，再装马叉子装不上去，非得请人强行按住才能装。快快快快快，可以，没问题，他只不过不想去而已。把这个马牵上，把那个马也牵上走。那么这段军马都不愿意走的巡逻路到底是什么样呢？下雪后，官兵们会遭遇哪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呢？最后一次巡逻，老兵黄金印又将如何向军旅生涯告别呢？今天我们到这个293号界标进行执勤，天气比较寒冷，在途中啊，这个一定要控制好马的间隔和速度，防止发生这个摔马坠马事故。黄金印一直将做饭的柴油炉紧紧地拎在手中，
他想最后一次亲手给战友们做上一顿热饭。然而即将退伍的他需要一位接班人。夏江，到。你到时候把那个给养单元拿上。是。好，你先牵马到前面去。接替黄金印工作的就是向江，他熟悉路况，马术也好，是连长周小龙心里的最佳人选。下面按照我们编组序列，出发。我们这个连队，如果就是沿公路走的话，其实我们总共有106道弯，要爬的坡总共有16个坡，最主要的是我们最后一个，就是到达终点前的那个坡。我们官兵大家形象地把它称之为这个巨马坡。巨马坡，106道弯，16个坡，巨马坡这样的词已经足够震慑。而连长周小龙接下来的一句话更让人心惊胆战。给后面传一下，加强观察，如果发现狼群或者熊的话，及时说一声啊，我们注意紧闭一下。向后传，提高警惕，加强观察。塞利克边防连靠近夏尔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，人迹罕至，一直保持着原生状态。官兵们常年和野生动物为伴，大雪过后，巡逻官兵遇到野生动物的概率要比平常更大。今天遇到狼的概率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，因为今天下雪天都覆盖了，像狼经常吃的那些东西都不出来，所以今天我尤其我们待会去垦撒一个沟顶，那个狼可能今天要出来觅食，因为它找不到吃的，它可能满山遍野要转，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遇到棕熊和狼的概率还是非常大。巡逻官兵们的行军速度受到了大雪的影响，为了按时按点到达点位，他们必须穿过一条河谷，而那里也是官兵们最容易和狼群遭遇的地方。能遇见狼吗？这个要看运气。点子背的话，可能就遇到狼群；顺利的话，可能就是没有，狼和熊都不会遇到，我们安安全全执勤。4公里的上山路，巡逻官兵走了将近2个小时，容不得一丝喘息。接下来是更难走的巨马坡。这连长怎么不走了呀？现在到这个巨马坡，基本上马都没有力气了，上不去了。我这个马不行了。哎，兄弟，你们的马咋样？还能不能上？这也不行了，这也不行，这也不行啊。不行吧？那我们就牵着马上吧，全部下马。此时，山雾浓了起来。巨马坡到底有多么陡峭，我们无法看到，但从连长的话里也可以听出一二。走，巨马坡我们走着上，走的时候注意一下脚下啊，这个沿着山脊走，你都到时候不要踩空了，不要滑倒了，好吧？下面都是悬崖，你不要都是踩下去了，好吧？我们沿着山脊慢慢走，走慢点，好吧？走。哎呦，马都不上了，往后面赶一下，马不上了。吓得！此时的黄金印一边小心地牵马爬山，一边担心着寒冷的天气。我的脸都已经冻僵了，都没有感觉了。我的手都已经冻得都已经肿起来了，已经。虽然说戴着手套，但里面都已经肿起来了。你戴着手套还能还肿啊？对，我气温太低了，把手都给我冻肿了。黄金印心里清楚。低温行军，官兵们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体力，急需补充能量。而他能否将午饭做好，也是接下来巡逻任务的关键。刮这么大的风，气温又这么低，我等会儿先试一试看，能把水烧开，然后看能不能把面条煮熟。快，坚持住！走。哎，我的妈呀！给他过不去了。跌跌撞撞中，巡逻官兵们终于临近了巨马坡的终点。他雪厚的把我腿都埋住了。啊，同志们，
这把马拴到林子里面，找个避风的地方把马拴好。为了让军马可以更好的休息，巡逻官兵们把仅有的避风处给了军马。让马屁股飞到下面，往下面。向江，那炉子呢？最后一次参加巡逻，黄金印想亲手为战友们做一顿饭，所以他并不想让向江帮忙。阿姨，阿姨，你把火柴火拿过来。好，我过来了。此时的风力已经达到六级，气温更是到了零下20摄氏度。黄金印的担心成了现实，大风和低温给做饭增加了难度。只有半个小时的做饭时间，他能把面条煮熟吗？先把锅涮一下，先涮一下，水往上倒一点，来把锅涮一下。好，大家往这边来，堵一堵。来转一下。你们俩扶成一个过来。火车现在往这边走，就堵这儿。挤，就堵这儿。来倒一下，锅涮一涮。经过官兵们小心翼翼的呵护，炉火终于燃烧了起来。把水壶都拿出来，把水就是倒到那个锅里面。虽然黄金印的手已经冻伤了，但是为了更方便为战友们煮面，他还是把手套摘了下来，将冻伤的双手暴露在刺骨的寒风中。哎，那个老师开了，水开了，开下面了。发现你发现下面了吗？发到火上。班长下多少呀？先下一个1/3。1/3是吧？好。12分钟后，水烧开了，但由于锅不大，黄金印只能先煮一少半的面条。这意味着有人可能吃不上热面。看，今天阿姨班长最后一次给大家煮面，好好尝一尝。以后就吃不着你做的面了。对，最后一次巡逻给大家做的下的面条了。以后再巡逻的时候，你会想念这个面条的。你们会想念我的。虽然炉火并不能散发出大量的热量，但是官兵们围着火炉一起等面，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好，五个碗筷准备一下啊！把碗筷拿出来，准备一下。碗筷在哪？碗筷拿过来，我给你打饭了。来，那个张立成和别克先吃，你们俩先吃，吃完之后话题见。你们俩吃完话题见，行？好吧。真香，味道好吃，味道棒棒哒，棒棒的，我也想吃一口。先，凉气啊！因为没出息，现在要换警戒了。啊，好吃！黄班长，我到时候你回去，到时候开个饭馆，明天叫炊事班，我都来吃。好，到时候回去开饭馆，你都过来吃啊。名字叫赛里克炊事班，加上阿印纯手工馒头。炊事班面馆、赛里克面馆，这样的名字表达了官兵们对黄金印的不舍。现在快剩下，这是一锅的爱，不是一锅阿印给我们的。剩下的里面鸡蛋比较多，味道怎么样？看着一群穿梭在寒风暴雪中面不改色的汉子们，吃上一碗热面就无比满足。我们也理解了黄金印8年来的坚持。热锅啊！本来准备了3份面条，
但半个小时的时间，黄金印只来得及煮了两份。你自己吃了吗，班长？我不吃了，先汤先吃好就行了。把锅洗洗，冻点血，把那锅洗洗，回去再洗。黄金印把所有的热面都分给了战友，自己只喝了一碗面汤。或许这就是他心底的责任，也是他对战友最无私的付出。吃点，身子好。我们在这个山头上就是一个，主要是一个警戒和观察任务，将来就要原路返回去，返回去接着往下走。好了没？好了，好，好，走，牵马，快！再次翻山越岭，爬冰卧雪。经过了近四个小时的行军，巡逻官兵们终于抵达了此次巡逻的目的地。好，同志们，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，把马肚带松一下，马拴好，走。这一刻，黄金印向界碑告别，向巡逻路告别，也向自己的军旅生涯告别。但是，他还想为大家做点什么。巡逻归来，回到厨房，黄金印将完成一次特殊的告别仪式。这个是姜黄，这个是酵母，面粉已经称好了2公斤。我在连队待了8年，在村里边待了7年。在村里边最拿手的是做馒头，我想的是，在我退伍之前再给战友们再做一次馒头吧。明天就是黄金印谢贤离队的日子，他想再做一次馒头，用食物和战友告别。今晚的工作就是结束了。这一顿馒头从发面到出锅，黄金印用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。和往常不同，黄金印在送完馒头之后并没有立即回到炊事班，而是在餐厅静静地看着大家，静静地跟战友告别。再有一会儿，他就要脱下军装了。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党的部级命令，现批准以上四名同志退出现役。下面为退伍老兵谢军衔。即将卸下军衔，即将离开守卫多年的边疆，这一刻，老兵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
男儿当兵在天涯，塞里克有他们的青春付出，有他们的戍边故事，他们用一身戎装捍卫了祖国边境的安宁。乐小镇，张必辉。乐小镇，张必辉。是电这一块，就是特别的期待。再见，伙伴。再见，伙伴。塞里克就要靠你们了，战友。我今天和你告别，让我再握一握你牵马的手，让我最后一次为你整理军装。以后的巡逻路上没有我了，我再给你敬一个军礼吧。再见了。当老兵们走出营区时，远处出现了一队骑兵。原来，老兵离队的路线和巡逻路线有一段重合，执勤分队特意等在这段巡逻路上，和老兵们告别。下去跟勤务敬个礼吧。祝班长初心不变，未来可期，一路顺风，前程似锦。退伍不退色，再建伟绩，再创辉煌，拥抱军人本色。祝老兵旗开得胜，敬礼，一别，干干。黄金印，这个万千戍边官兵中的一员，虽然不善言辞，但总是默默付出。八年里，他无数次往返于巡逻路上，用无数碗热面温暖着战友，用无悔的青春守护着祖国的边疆。